使えるじゃん。晚安。你们打字真的很快。哎呀，多笑。我好想你，每次见到你又爱你一点点。啊，现在连你都，连你都用那个点字。晚安，陆克晚安。今天超想陆卡，陆卡晚安，超爱你的，我也是。今天超想陆卡了。你打字也很快，陆卡好想你哦，我也是。晚安，久等。波导晚安，悄悄哥晚安。卢卡今天吃什么呢？晚餐吃卡妈做的汉堡肉，然后白饭，然后已经烂掉的豆芽菜。我大概吃了三口才发现，哎，它是不是不行了？就是原本那个豆芽菜是咸咸的，可是我今天吃发现变成黏黏的，呵呵，太糟糕了。很蓝红，顾家晚安，我也是。思雅晚安，我好想你，我也是。我今天出门也穿这颜色，是哦。哎呀，有默契。啊，忘记用那个。今天这个好像不太适合。どれがいいかな。クリア。アテさん晚安、クリス晚安。大好き。翠云哥晚安。烂掉豆芽菜，哑巴，没错，有点哑巴。坤坤晚安，感觉很好饿。Kate 晚安，今日も可愛い，ありがとう。哎，把花的水がすごいで。阿门克晚安，大丈夫よ，ありがとう。那豆芽菜，志宏晚安，一凡晚安，桃花哥晚安，吐司晚安。你是不是要上广播节目了？怎么了？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嗯哼，蔡贤晚安，关宇晚安，哆啦 A 梦咪呆。我刚刚其实没听，我爸在吵。好好笑，真的有默契，真的传给你看哦。好哦 ，CJ 晚安，有人要打喷嚏。Plus 晚安，坤坤晚安，怎么了？按到。分析三晚安，重盛晚安，哦晚安，今天超想卢卡，やばい、髪の毛が今日はね、暑いからめっちゃ汗かいちゃった。ニジョ晚安 ，Ricky 晚安，鼻塞过敏，没错，是过敏。Unity 选的不错，我很喜欢这一首，真的吗？有人有猜对吗？好期待 Luca 出现在 MV 里面，我也有点期，我也期待，希望我有镜头啦。后天开始第一集不是有广播节目吗？有吗？还是只是广播里面把我们的曲子播出来而已？因为你曲好嗨，热闹的晚安。所以我问重复问题，不要骂我，好。阿北晚安，这个怎么念？正，变的，哎，正什么晚安？蜜汁豆腐なんてないよ。嘚嘚嘚嘚嘚嘚，卢卡的心，笑笑晚安，瑞晚安，博翰晚安，没猜到，大艺术 key 一定有镜头吧？希望有。我不知道跟，但是，跳舞蹈的位置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杰心，杰心吗？不是杰心，讲错了，对不起。没猜小队曲，只猜公演，
一定会有的啦。我以为，礼拜一开始首播直播歌而已，恰恰哥很开心，没有猜，直接等到最后官方公布答案。樱桃们晚安，只知道三天时间都会播出，只是播歌而已吧。韩震韩感，但这首真的很臭口，很成 HKT 的《水头奖》。你们自己有猜到这首歌吗？我们其实很早就知道，就是，爬，这个应该可以讲吧？我们其实爬山的时候就知道了，然后大家都没猜到啊，我不知道思雅，但是，该怎么讲呢？我不确定思雅不知不知道，但是其他 Daisy 成员都不确定不知道。对，不过是不是只会表演一次啊？我也不知道哎。いいとこで固まる。如果喜欢这首歌吗？爬山之前就知道，没有爬山才知道，这首歌有点意外。夜兔晚安，对你们来说没惊喜，原来这么早。伯承晚安，那时候就在练吗？没有，还没。爬山才有动力啊！你们当初听到这首的时候，曾经喜欢吗？就是都没猜到。是这首哦的那种感觉。晚餐吃了，晚餐吃了。Daisy 对吧？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毕业空吧，我也不知道哎。今天好难。这首 AKB48 这里面算是神曲，了解。是哦，谢谢哥家的一元灯。这首很好，只是希望多表演这首。期待天乐老师的中文词。晚上吃完归好吧。晚归好久没吃了，这首真的很棒，有活力的感觉。反正我们当初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大家都没猜到。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也是 surprise 的方式知道的，就是，对。就是想说，该不会是那首歌吧？有可能是那首歌啊！我想跳那首歌，然后结果出来看到，然后我当初想说，这是什么歌？我的反应是这样，其他人好像有听过的样子，对，但是我知道的时候就是没有听过，会有花絮，这我就。不知道了，对，到时候有影片的话，你们看了就知道了。没放出那段惊喜，因为爬山的影片先出来呀。只是看中文歌名，一开始也不太好联想，对。然后其他成员好像是不是有跳过这首？我看到中文歌名也想是哪一首歌，然后我朋友就唱给我听，有点耳。刘海我没有修我在想要不要修，但我这几天都没修。梅姨修晚安，杨母里晚安。很老的2008、2009，但比未来的果实新吧。雨君居然有朋友，什么意思？下次以为断勾勾，没有没有。这首连我这个之前不是fan的都有听过，是哦。Maybe 的 coupling 曲，今天一起看 PP 的朋友，谁？女生吗？该不会是素食少女组？在公布前，你们猜最多的是哪一首出兔？只有猜刘海有没有修，卢卡不会生气。Libra 吧，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我也不知道素食少女组。哦，原来是 River 的，不是女生，她去地下。
什么意思？他去地下。你的素食少女组每个都去地下吗？如果正在修图，才要发生写真吗？我的升学证业配照哦，我在想要不要发，已经修好了，只是，说实话，女子去看地下，怎么被你带走？太可怕了，还是要发一下吧？为什么不发呢？因为昨天发生那样的事情，都花时间修图了。你之前不是有用迪士尼系列？哦，对呀、啊。哦，谢谢米酒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居然还在考虑，好期待吗？改成地下少女组，可以当地友。高丽菜晚安，发一下嘛，发一下，需要更新桌布，可是都是自拍照哦。发出来那个说要办修图大赛的杨雄，帮我处理他。想说这次要发要不要也用一系列的，我可能只会发一张，对，自拍也可以吗？飞蟹呗，姐姐，自拍 OK 吗？对，因为 IG 最近都不让我发，不让我一次发很多张，所以现在懒得发文了，谢谢恰恰哥的真情告白。因为我发现现在发 IG 都至少要花1个小时，重新发，修一修修修。对，卢卡是不是在生气？是现在没有，但是昨天有一点不开心了。对，那你可以改发很多篇。你发一张，我指定十包，发同一张 OK 吗？发一下嘛，100张也可以。昨天是不是有再开一次？哦，对呀，有啊。但我叫大家不要留档，所以应该看不到。反正昨天没看我直播的人应该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不需要补档，对，发同一张这张有点梗。昨天对不起，怎么了？恰恰哥做什么？陆克我记下来，发很多遍，拜托卢卡洗我版。啊，我想一下，因为我拍的照片都差不多一样，然后我现在有点害羞，同一张发10次，然后我就破产。昨晚加开了没跟到，昨天太晚心碎。对不起，昨天睡着，没关系。害羞，因为这衣服的关系呀、啊。一定是我乱讲话，原谅我们，没关系。现在我没有生气啊。对，昨天的事情就是昨天的事情。不要害羞，会害羞的是我。啊？为什么你会害羞？你有没有抱娃娃的？都没有，都是在椅子上自己自拍的。楼下卢卡每发一张就买一包，你不是也觉得那泳装跟洋装有点像吗？就很像小朋友穿的泳装。之前，这件跟之前那件泳衣比较，哪个比较害羞？大概是这次的吧。上次很像衣服，反正都不期不待的害羞什么？卢卡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诶。他也可以猜一下你报哪一只啊？到时候其实我自己有点忘记了，到时候看应该是半身还是全身？应该不是全身，应该是半身吧。我的 B 款应该是拿东西，九蛋一定很爱。小乔晚安，Cody 晚安。这次布料其实蛮多的，对，可是屁股那边就 就蛮危险的。但是那边拍不到，所以没问题。これめっちゃ上がってくるんだけど。什么？你有拍吗？我们也看不到背面，对呀。
也没有人会放出背影这样，对，什么可惜？那你自己有拍屁股吗？没有，因为我的球团够大，会让我上车，我们看不到都不算，对，没有拍到爱心就没事。我们通常都穿那种泳衣呀、啊，我们都是衣服上面穿的，对，不能直接穿嘛，对对对。只有我觉得那个蝴蝶结应该要在背面嘛，前面啦，花絮应该拍不会拍吧。武士和蟹兽告白气球，哎、欸，用气球哎，你头贴用气球啊？めっちゃ固まってるのにピグだけは聞こえるという不具合。ピグって何？有些用户后面会有爱心，太可怕了。这里面还有舰队了，对呀、啊。我们泳裤下面还穿安全裤，对。然后大家转背面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安全裤，这样太危险。噔噔噔，恰恰哥车速好快，恰恰哥讲了什么？太安全了，对呀、啊，这样车不会紧吗？不会，可是觉得很怪。拍的时候不会很热吗？会啊，所以对我来说，那件不像泳衣，像衣服。所以 Luca 昨天有早睡吗？没有，我昨天忙到4点多，真的超讨厌，真的是临时被通知的作业。衣服只坐前面，今日電波ダメかもしれない。おかしいな。こっちは多分大丈夫なんだけど、太洛さん今天的每日一词，很早啊。作业这么难，不是会花很多时间。我大早睡啊，早上才睡 啊。你打早睡，泳衣只有正面，当然呢，怎么可能有背面？还是因为都在想我，没在作业。没有，我原本打算我10点就开始做作业，可是因为发现这些事情，所以我搞到12点多才开始。现在不是才9点半，对。今天理的日文一句"屁股"等于"我心"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日文大家都懂。今天也是1小时嘛，还是比较久。好，那1小时，那就1小时。哦，对，还要加爱心，就叫你爸要不要太想我？オシリです。オシリスで天空は。这是什么？什么意思？累的话，1小时就没问题。好，也看你真的有没有要忙。还是要早点睡了。对对对，明天有事情。还有1小时多，反正我说1小时每次都会超过一点点时间。哦，游戏网卡，游戏网。明天还要忙啊，对呀、啊，下礼拜超忙，忙到快要爆炸。我心里原来后面要加爱心，谢谢送我会员票，游戏币而已。辛苦了，不会。游戏玩那件事情真的让我难过，初代的神之卡之一。原来如此，我没有玩过游戏王。下礼拜几会考？几会开哦？礼拜天可能不会开，哎，会吗？
要去找一下我的新势力表。工作加油，Thank you。别提游戏王，我们今天不能难过哦。好，对，我们今天聊开开心心的。我猜你的生日贴的照片被一个 OOTD 的 IG 分享了哦，这么好，我都没被分享，我从来没被分享过，怎么那么厉害？要是没开礼拜天，有可能我也忘记了。下礼拜天我要参加婚礼，谁的？你朋友的吗？卢卡有没有考虑拍 IG 的 Reels？流量超高，看人吧，看情况。谢阳晚安，Ricky 晚安。不是，雷军的，某位素食少女组，BC 晚安。对呀、啊，还要当伴郎。我上一个牌子写 AK14 的 TP 光田刘家，恭喜雷军结婚，怎么没有发喜单给我？今天我也去婚礼哦，真的、哦，又不是我结婚，所以你的朋友结婚吗？A 君想要人生下一个阶段，A 君结婚，哎，是那个真的流量密码，其实真的要看人呢、欸，有些人流量真的比较多，有些人就还好，主要是看看要拍什么东西。所以你们知道 Luca 为什么礼拜天不开了吗？我们要结婚哦！新年快乐会有酷酷的东西啊，新婚快乐会有酷酷的东西吗？你的老婆像 Luca 吗？我发一部你的影片都好几千人观看，真假的？怎么这么厉害？应该都是你的粉丝看。啊，应该说 TP 粉丝看的，真的，就是真的要发什么东西，Reel 是什么？就是 IG 最近多了一个新功能呢、啊。对，Reel 的好地方就是，除了没有 follow 我的人，也有机会看到我的 IG。卢卡，你自己发也好几千人看，我没有发过，我不知道哎。TP 粉丝有几千人吗？好啦，可能没有1000多。要用对音讯来源。哦，了解。差点我也想说，也是短影片，算演算法，演算法，几千人没问题。对，应该是真的看音乐。就最近很流行的那种叭叭叭的话，可能流量真的很多。看看这次演唱会卖多少，一千人加上小站，大概2000人。对，还有大家，你们看看现在会员票，有超过3000多，虽然重复的很多，而且可以直接 IG 的模板丢照片上去，他就帮你做好了。是哦。咔咔咔，哭哭哭，对，对，是我的网路的锅，泡泡好听。现在怎么只会有一个？我觉得那个演算法超随便。黑区有几个小站呢？我不知道，我知道一个。诶，没有，我连一个都不知道。所以你有大站跟小站是不是？很多小站。我都没有学这首，可是我现在滑每次滑 Reels 都几乎都是啪啪啪啪啪，真的，大家都跳这首。不要又爆料，不要又爆我料，爆我料。雷军是大战跟大大战，卢卡都知道雷军海装。Reels 是抖音加 IG 限动的婚姻版，对对对，我也觉得，真的每次都被卢卡爆料。我真的不知道你有。小站啊，我真的不知道。抖 G，今天很可爱。
他爸爸是什么？哎，你们都没有吗？你们都不知道吗？就是有一个韩文 K-pop 流行歌曲，就是 TWICE 里面的有一个女生，她现在她的 solo 曲，哎，就开始抖音化，对啊，超讨厌的，因为我没有在用。什么啪啪啪就 pop，拜拜真的太多废片，我受不了，真的。我没在听韩文歌啊，这首歌嘛其实蛮好听的，就是被洗脑，我已经被洗脑了。看来前几天小张是雷军了，但我只知道这里。我最近是看 Wiggle Wiggle 啊，对 Wiggle Wiggle 也是 Wi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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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超烦的。还有那个啊，安妮亚的安妮亚跟什么恋爱索润那个顺环吗？就是恋爱 Succession 跟安妮亚的那个 MAD 吗？就是我不想再听同一首歌曲。夜要跳吗？只见昨天才发一小段 cover，就大家都拍的东西，我不想拍，我就是这样，我才不会跟风，我不会唱啊，我现在不太滑短片，不知不觉天亮了，太浪费时间。小战船走心话题，学的好欠揍。哎 不是、啊、那首歌吗？你一听之后，你的 reel 可能全部都是那首歌。怎么看起来像是少女配？少女配是这样，少女配，对对对。顺环点的可能，我感觉。什么歌啊？什么的？这旋律我有听过，超洗脑。有空滑的影片还不如去练马娘。Spy Family 的，对，那时候很可爱。是没错啦，可爱是可爱，可是听太久都听太久会觉得很烦。我突然觉得我一点都不宅，真的很洗脑。若凯今天要唱歌吗？是可以啊，你们想听什么歌？若凯反社会，逆风而行。对，可是我跟风玩马娘，马娘的话还是要玩了。我还没听过，我还没被入侵，对，不要听比较好。你应该快把少女 play 练起来，那个不是某个手游广告在跳的吗？那卢卡只好独创一个质量超高的 reels 循环感，播一些没人跟风的东西，对，可是这样就流量度就很低，没人看。少女 play 如果 cover 感觉很会红。如果 cover 猫，我就不跟风了。对呀、啊，现在不知道谁会去看。那 虽然我超级，虽然我就很，猫王现在在日本也还不错，蛮火的。可是台湾的 rock 的文化，rock and roll 的文化就比较没那么红。所以而且现在有很多电影，但台湾人现在都看别的电影的人比较多。很久没唱这首歌了，对耶。想听 Luka 的哇酷哇酷，不要，我不会唱的。啊，你比那只个自己蹭的流量。你要传召风潮，应该没办法了。台湾喜欢猫玩的都是上一代的人了，对呀、啊，都是60以上的人吧。我是没看《Spy Family》的，但是卡妹有看。卡妹现在有一件 T 恤，就是安妮亚的，好像是 Uniqlo 的吧，就是咖啡色。然后这边有个，那点呢？这边有个口袋，然后这里有那个眼睛细细的那个安妮亚。嘿，卡妹好用，叽叽哈哈。口袋里面有图案，对，Uniqlo 的联名款，
那是在笑，对。什么咖啡好有什么意思？对，喝的图案啊 ，Cody 也有吗？那件蛮可爱的，嘿。隔一天就缺货哦，真假的？Cody 有卡妹情侣装，羡慕 Cody 跟卡妹情侣装。最近看到一堆甜甜圈衣服广告，是哦，是因为你都在查吗？羡慕 Cody，是不是要我买？我也想看是哪一种，好看吗？雷军跟陆克好同步，谢谢大家羡慕我。チチ、ウソつき。私見てないからわかんない。わかんないけど、多分アーニャは心の中が読めんのかな、人の。陆克都学我。看来明天是我跟雷军要结婚。CP 又换了，请大家祝福我们。おめでとう。那你还学真相，有吗？恭喜！おめでとう！该不会雷军礼拜天跟陆克？有可能。等一下，要不要有人说“待ってくれ吧”？ちょっと待った！恭喜发财发大财！明天先来看谁没来。陆克要来抢婚 你是在学 EAB 那个恭喜吗？哦，对呀，Eva 啦，不是 EAB，EVA，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数十少女结婚，抢婚，ちょっと待った！陆克会去组织他们的婚礼吗？没有了，让他们，我会恭喜他们，拜，おめでとう。谢谢送我四叶草。谢谢送我一封信，要请 TP 来表演。今日なんか暗いな、青い服着てるせいかな。不觉得今天我的皮肤看起来很黑吗？是因为我穿蓝色衣服的关系吗？没事，我穿蓝色衣服，皮肤看起来超级黑。星座叉叉六，男版晚安。不会，现在请 TP 表演有机会请陆卡吗？地下大家去说明，明天很忙，我好像懂了。黑色很美，没有很黑，有白过吗？有啦有啦，我穿黑色皮肤会很白，明明很白，真的吗？我觉得好黑哦。灯光问题，我其实我开很强。听说现在是地下大将军，你们小心不要被感染了。今天要唱什么呢？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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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曲表明的。地下病毒 生日快乐！あさって誕生日だわ。え？ちょっと待って、本当に？あさって私通報するかな。あさってもう一度歌うわ。谁生日呢？没有，我随便唱的。但是我发现后天是恰恰哥的生日。我想说我随便唱一下，会不会有人今天生日？因为恰恰哥，但我后天应该会开播，应该会，我真的忘了。我可能要看一下我的行事历表才知道。好，我看一下。
ちだった。大丈夫。谢谢陆克的红包。今天是七月几号呢？哦，我是今天是七月九号嘛，对不对？我下次开播是七月十二号，礼拜二，然后七月十五号礼拜五，七月十七号礼拜天，这样，花店不就跟雨林同一天吗？哦，真的。天亮哥生日七月十一号，七一，我得空杯的戏，我不会要睡呢，你就不会要睡呢。那今天唱刚好哦，对耶，そうだね、早めに歌った方がいいもんね。あの次の日に歌うよりね。俺今年だけ12日までになる。知ってたら11日に開けたよ、直播。え、我日很普通、对、就跟平常一样。我每次都是这样，下次我都想说，好，我下，我这个礼拜就是我这个人生日，所以我今天这天跟这天跟这天开播，然后我关播的时候就忘，哎，我一开播就忘记啊生日这件事情。阿伯晚安，滚动是生日，那我们先庆祝，下次改生日。对，希望大家可以提醒我。那没说自己生日，陆卡会生气吗？不会生气的，不会生气。就我可能会觉得，哦，他可能不想要被庆祝这样，他想要低调这样，看来这个月要三月。你现在目前有什么好生气？对呀。觉得可惜吧，低调。为什么是那个低？低调。タイミングが合えばイエーイぐらいだから。でもよかった。太郎さん、ちょうど太郎さんの誕生日だった2日後。歌ってよかった。我低调。现在甜甜圈生日都会怕。不要怕啦，真的。这不是。这不是一定要的东西，对。卡妈回去第一天有不习惯吗？有啊，瑟瑟发抖，怕什么？他们怕火箭啊！照现在的生日标准被庆祝，好可怕。钱包没有一万二的，不能自己提出来。啊，打错字，故意的吗？我以为是故意的。提早两个礼拜射火箭也是可以的哦，不可以射射，射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哦，有红包，谢谢恰恰哥的红包，耶！而且因为这是大红包吗？我抢到蛮多的，55。身为甜甜圈，现在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生日。感谢大包，ありがとう。啊，可是对，突然发现，我有一次好像是有一个粉丝的生日，然后我就没有特别说生日快乐。然后他就发现洞，说什么，也是因为我不是大了，所以刘家都不跟我庆祝嘛这样的。如果想说想被我庆祝的话，应该要多多少少跟我说什么吧，说哦今天我的生日可以帮我庆祝吗这样，对，也想说多发这种走新闻，那就。直接跟我讲，不会很难吗？
但是加入甜甜圈都要先找雷军登记自己生日。对呀、啊，甜甜圈的生日都在雷军的本本里。那雷军要可能那个名单可能要提供一下。谢谢彩蓝送米可米可找亮点。这集不讲的问题，对呀、啊，有人走心，发一支火箭通知一下。你翻是另外一本。对啊，我没有理他。这怎么不想理了？不讲发火箭也可以。我是有自知之明，我生日一定会发火箭。但今年就是有点意外，因为刚好要抽那个活动。那雷军另外一本应该很厚，他还标你帮限动，好像有哎、欸，还标我。还敢飙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吧，对啊，不懂，搞不懂。走心仔这么多，对，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他想告诉大家他走心了，对呀、啊，想让你知道其实可以提早讲，对呀、啊，不能提早讲吗？身为暖男，我可以牺牲生日的第一名帮你冲班，什么应该没有？嗯，从今年开始我没有生日，为什么？怎么会呢？暖男大家去，那是谁呢？没生日年龄就不会增加，都去地下就没生日了。哎，什么意思？奇怪，丢礼物这个不是 CC 开始的吗？哦，对呀、啊，是 CC 开始的。没有，就是一开始想说，我生日当天会帮你开播，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会很开心的。那我老到快挂掉，还是24？都 CC 开始丢船，我没有酸关的意思。什么是酸关？他就刚刚讲什么呢？哦，去地下没有事。暖男大家去今天有来吗？我不知道哎、欸，就算有来也不能说吧。我很抱歉开始这个奇怪的传统。没有啦，大家跟着你而已，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一句话有两种解读方式，哦，因为地下偶像不用公开自己的年龄是吗？不是有第二位暖男？第二位暖男什么意思？那是谁啊？哦，不能讲，是因为那个船特效不够酷，所以会变火箭。可是价格差蛮多吧 ？CC 果然很适合当将军，传 CP 值不高。嗯，对，真的。虽然那个船也很贵，你不是说昨天有人又说一遍？哦，对啊。可是那他是故意的啊，他就很有恶意的那种。暖男大将军是真的想要安慰我。什么比数5:3？改图大将军，差2万烂话而已，也没有人哦。二姐，好暖，这样想会比较好。假暖男大将军，对，我已经都说，我在直播间说了，他也没有安慰到我。对，其实安慰我
就没有安慰我的行为等于没有安慰我。有没有中央空调大将军？我都不安慰我，只会一直打抱歉。さらっと叩き合いになってる。いやなってないと思うけどね。ジャンジャン大将军。我都没安慰你。现在想什么呢？他可能一直在打马娘，越来越多大将军了，大家都是大将军。嘿嘿，髪の毛長い，我想剪了，好像去剪头发哦。正男，我应该是小兵。没有，大家都是大将军。你们都是大将军，去剪呐、啊！对，我也想去剪，只是我平常去的那个美容院呢，他烫头发现在没有打折，有点不划算。为了谁说跟女生相处的秘诀就是先道歉？卢卡什么时候要换电脑啊？我还没有去拿去修。我昨天也是一个热到气到整个头发，现在超光，真的、哦。小兵，你要烫直吗？对呀、啊，我只能烫直啊。你没有买年卡吗？什么是年卡？那换一家。哦，你说换一家吗？就看有没有打折啦。谢谢重生生活冰冰来喽。光头大将军要换人吗？欸，要吗？你自然卷也不用太卷，对。嗯，结果昨天晚上睡觉一直打喷嚏，怎么有人说你秘密？有人说有人在讲你吗？可以有两个、啊。两个什么电脑吗？我可以当啊，光头大将军什么？我可以当光头大队长，他头顶太阳了。也就在想卢克，那他们不是要结婚吗？冷气吹到头太冷，光头少将。我只要找卢克聊马娘。你跟他聊什么事情？哦，你的推是谁吗？这样吗？谢谢崇盛的守护灵。你可以跟陆克聊，这是什么假娘定的关？感情真好。什么是钻石装备？昨天好像抽到一个很厉害的 SSR。聊马娘聊到结婚，没有结婚啊，伪娘，还是伪娘伪娘，要刷手抽。卢卡有什么建议吗？订婚而已，还没结婚，什么建议？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不一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有点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打字好像要用四声哦，伪娘。原来雷军下周的西九是跟点点点，真心祝福你们的故事很浪漫，资讯量过大，对我乱了，就是留言没有很快念就那念的话，就是现在的话题很多。我不知道现在到底在聊什么，这样。爆米花还有啊，还没吃完。一凡先送护手礼，文手礼。雷军问婚礼的建议吧，婚礼的建议哦，就，我想一下。其实我人生都只有参加过两三次婚礼，所以我不太知道。
你们阿拉伯团可以，可以，可以去跳舞，可以去跳马娘，然后新娘新婆一起的那种。有些日本就是婚礼不是有那个分两个吗？一个是交换指甲，哎、欸，不是指甲，交换，哎、欸，对，戒指的那个，然后。下一场是就是跟大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看影片啊，然后新郎新娘的朋友可能会表演啊，或是他们的家人可能会讲话啊什么的。对啊，我觉得阿拉伯团可以去，可以跟大家一起，可以去跳舞，然后新郎跟新娘也可以一起跳舞。你记忆力真好，我十秒就忘了。爆米花刚开始吃几颗的时候不会觉得甜，再多吃几个就开始甜。对呀，茶香很浓。再多几个话题，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回了。对呀，真的，你脑袋里面会比较混乱，这样可能会回错内容。对呀，你们有时候也会搞混吧？就是可能听不懂刘家到底在讲，他到底在回什么话题？你们也会这样吗？就留言可能跳着跳着讲，会你们会不会搞混？不用想好吗？我没有问婚礼的建议，下一次我陪你一起参加。不要穿阿拉伯衣服跳舞吗？你吗？对呀、啊，关于大头症可以牵骆驼，对，交换指甲好可怕，戒指。我只是想问卢卡想要什么样的婚礼？什么样的婚礼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的那。不好意思，关于当了主角之后加码提高，那要大头症不是要发言拒绝吗？我每次看 URA 冠军解说的马娘传说都好想跟着跳。这季看了集七少女中东婚礼的新郎会临时上台跳舞给新娘惊喜，对对对，很多日本也会有很多 surprise 这样。谢谢崇尚的小辣椒的愿望，让我们的费用比请 TB 还贵。海域是阿拉伯石油王嘛，没错。欸，小峰晚安，那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有的时候真的会搞混，对不对？我会往前翻，我有做笔记。我现在有点混乱，我也是，我现在有点混乱。梦中的婚礼，我刚画面黑了，大家都能开心。想要怎么样的婚礼？之前不是有说过雷军万了？雷军万了，哇，对啊，我记得我好像有讲过，只是我其实我自己有点忘了。希望很多林园在下面笑的，没有就搞笑的那种。谢谢一凡送相遇，大家都能开心，就是跟大家结婚啊！想到了，就是老公，我的老公帮我喊 call， 但是想说这样会不会老公的家人会觉得我的儿子到底在做什么？我遇过最惊喜的婚礼就是小三来闹的。你真的遇过？那是认真的吗？没有， 我记得我之前讲这样，对，不算是认真的，最简单吧，这个是最基本的。什么路考完了我都开始准备了说。是吗？这礼拜天我当老婆，那蛮会喊的，老公喊 call， 刘佳，哇！不会喊 call 的自动淘汰，看来只剩我有资格。但你一个人可以抵其他人的那个声量。每个时候想要的可能不一样，可能改天就是换成要跟你一起跳舞。对，没错。这就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去地下练打 call？你们不用去地下也可以练口啊，你看，而且曲子都不一样。你看嘛，这不是借口，这是借口哦，谁谁。
长辈坐在旁边很尴尬，对，你的前辈阿公、阿公、阿妈都在看你。九大的 Q 真的很厉害，我也觉得。如果他在麦克风旁边，对，哇，好厉害。我们的卢卡 Q 就交给他了。谢谢的理由，要喊干净歌，而且一定要喊最后一句，对，再带个歌手呢。也不算说遇过，当时我在厨房听到菜口的对讲机说有人来闹，看我该开口。是说剧组对歌有办法喊干净歌吗？不用喊吧，就我只需要你们喊干大大艺术 key 跟优乐西库就好。大艺术 key 优乐西库。我也在想最后能不能喊感激各位，喊爆最后一句超级有成就感。那我会喊ヨロコンデ，嘿ヨロコンデ，ピリカピリララ的日文，ピリカピリピリカピリララポポリナペペルト，喊日文还是中文？日文比较好吧，没办法，空间对不上。ヨロシク，你真的要不要唱日文版？这首我还没打过空。那我大概会哭出来，不能喊超级喜欢，大艺术 key 比较好，大艺术 key 啦，对，帮我喊日文的，大艺术 key 又落血库，我看旅冠今天的动态，他说可以喊超级喜欢，算了，还是等正式公开，或者你再唱好了，喜欢的역사，超级喜欢，这是什么？谁啊？雷军是不是入侵我的脑子？如果可以唱日文版，让我们练一下空，好吗？我觉得可以耶，中文版就不要不小心唱到中文歌词就好。我听到超级前，我也想到，等一下，这是什么？什么是郭彦文？郭彦文感，某局组成员提案喊，哇，嘎。什么哩？我是吗？嗯？我是爱你吗？打棒球的，我今天听一天，中间不是还有呼呼呼？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呼呼。哥将那个当初害某个成员哭了，谁啊？哥江讲了什么？夫妇不要拉长音哦！我的粉丝会拉长音吗？不会吧？他是台湾乐天棒球员的应援师哦。还有嘿嘿嘿，什么是嘿嘿嘿？哪里呀、啊？我已经有十年没喊这首歌。Sega 心中最软的一块。你是所以哭？为什么哭将唱这首歌让成员哭？为什么不能拉长音？很难听啊！君のことが有人故意拉长，好きだから呼呼，这样。已经就是会打到我们的声音，那个不要知道比较好。就有 TP 粉丝去棒球场乱喊口，你的粉丝还有没出声音过？我也想问为什么不能拉长音，这也太长了。好懂为什么不要长音了，那是气太长，拉长音超想把下去的。对呀、啊。哎、欸，不会啦，我是还好的，可是就很怪啊，觉得呼呼比较有那个节奏感嘛。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呼呼，这样就好了，对吧？巴拉巴巴巴 ，I'm loving it。下一句呢？僕はずっとここにいるよ、人混みにも。
紛れて気がつかない、なんか話じゃなくてもいい、大好き。欸，我不会喊口欸。之前别子公园有人拉长就被隔壁拍肩了，是谁拉长啊？他们是故意拉长吗？还是觉得拉？他们觉得这个扣就是一定要拉长，是吗？希望到时候中文填词也很棒。就好怀念天乐老师的词，我有信心。对呀、啊，只看字就觉得哦，好好，感觉不错。对，然后一唱就觉得好难。第一次去之前，你们会提醒吗？不会。但是我们有那个 free 的动作，第一次去要乐西克，对，这是本家也有的动作，所以我这应该可以讲吧。我记得是在生日会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哦，是哦，是我们的生日会吗？之前怪我旁边坐一个call，全部都没对到拍子上的，很烦哦。是谁呀、啊？我看影片本家有提醒，我看一下。那我看，我找一下日本的。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コールで出るかな。哎，已经一个小时了。マーキちゃん、マーキちゃん、こねくり回した。なんだっけ、小松菜な。ヤニまみれの足玉な。はい。哪一个是是这个吗？我刚刚打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コール。然后出现了，好像是台湾的粉 TP 粉丝发的影片，有二界版。本家跟 T Michael 是不是不一样？哦，有可能哦，但我也不知道。等等，早点休息，吃个爆米花再去睡。对，谢谢姑江送搓搓泥。二界版怎么喊？我也不知道哎。我刚刚打这样，只有找到，就是 T P 粉丝发的，其他我都找不到。谢谢小玉的告白气球。对，好像李凯有跳过这首歌。对，我就是我们一开始知道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李，还是 LINE 给李凯说，我们的 Daisy 曲子变成这首歌。他说：“哦，这首歌我知道，很可爱。”他说：“这之前好像 Mini 控还是什么就有跳过这样。”谢谢青鱼的行李箱。但只有一次喊的机会，我想大概一半人不会吧。以前 mini call 的时候嘛，好像是哦，但我真的不知道。B 上面的本家影片比较多，那时候应该是日文的。こねくりましたわ。あの、三時のヒロインのそのリーダー的な人、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三時のヒロインっていうそのお笑い芸人さんがいるんですけど、その一人の子が歌ってて、あ、そのうちの一人の人が歌ってて、後ろの二人がおたげしながら、マーキちゃん、マーキちゃんって、そのコールがもう悪意しかないっていう。こねくり回した小松菜な、闇まみれの足玉な。武藤刑事。バーカボン、バーカボン。我也要去看。好，找一下。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僕は死にません。あなたが好きだから。ずっと大切にしますから。对不起，你们应该听不懂。僕は死にません。你乖乖的让我喜欢，我真是搞笑一人。
この曲の歌詞いいよテンション高いでしょ。谢谢陆克松。匆匆に。どれだろう。これかな。うん？找不到耶。ビリビリ、ビリビリ是不是要用英文打？我刚刚用日文打。ビリビリ。噔噔噔噔噔。只知道段子，但我没看过。Hello， 陆克。Hello， 小玉。到底是哪一个、啊？找不到哎、欸，找不到 call 版本，日文肯定没有。哎、啊，算了，我还是发这，还是播这个，感觉是 TP 粉丝发的。哎哎哎啊！又下一个了。哎呀，哎呀，塞吧！等一下，声音太小声。来来来，哎哎哎哎啊！又下一个手，塞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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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头发，嘿，金手，谁？阿玛西朵，卡森托尼，就就，好来弄。不是要看谁唱吗？真的是可爱，倔强。啊，这里没有。嗨嗨嗨嗨嗨嗨！哦嗨，哦嗨，哦嗨。对不起，对不起，只有你好像要唱，只有你，呜呼，呜呼，大一世纪，呜呼，呜呼，这首不能喊卡奇龟，我看看中间能不能。し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やっぱりルカちゃん可愛いよ。Hey， 好き好き大好き、やっぱ好き。やっと見つけたお姫様。俺が生まれてきた理由。それはルカちゃんと出会うため俺と一緒に人生歩もう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愛してる。あ、好像可以这首可以中间如果真的要硬要唱ガチ恋版的话 就是只有中间，最后没办法最后好像就不用喊。Yeah. Yeah. Woo.
这在韩国奇怪也蛮奇怪，可是现在 only to 连 only today 都韩国奇怪呀，对吧？现在 TV 粉丝，其实看你们想喊什么啦。对，啊对，没有空间喊绝对结果。如果真的要喊绝对结婚希望呢的话呢，嗯，可能你们喊绝对结婚就开始唱歌了，希望呢应该没办法唱，等一下，我帮你，帮你播音，用，やっぱりルカちゃん可愛いよ，好き好き大好きやっぱ好き不快。見つけたお姫様、俺が生まれてきた理由、それはルカちゃんと出会うため、あれと一緒に人生歩もう、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愛してる、絶対結構こいつ大好き。你到时候好像可以说 say no 这样，那你们就知道，也来不及。所以曲が終わった直後だね。そうだね。感想に言うもんじゃないね。这影片是短版，对。可是我们通常上台不太会唱不太会唱长版吧？对。虽然我的位置长版比较好，对。不给结婚，就不要绝对直接喊结婚。不要成为主流。愛してる，結構。我只好在大一四 K 的时候绝对结婚，絕對結構。我想想哦，基于厄尼那边的中文词啊，还不能讲。可你们可能有点难喊，对啊，这个就到时候你们看看，这 TP 粉是怎么决定，不然就不要求婚。六卡直接说我愿意。哦，帰宅おめでとう，お疲れ様。前面自由中文要喊什么？对，就是。噔噔噔噔，我还不能讲歌词吧？现现现现，有点难哼。但是大意思 key 好像是日文。现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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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我建议喊好运好运，好像不错。三个字都不行吗？自由に，就是日本的四个字跟中文的四个字差蛮多的。那段歌只是香香香香。好きな子からのお疲れ様はしてみる。本当？いっぱい言ってあげるよ。哦哦，那就一样日文了。絶対結婚。噔噔噔噔噔噔，絶対結婚。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香香不错。香香香香，大大香香，那是雷军版。大大香香，对啊，雷军喜欢大大的跟香香的，不知道要喊什么就喊绝对结婚就对了。绝对结婚，其实蛮还不错的，雷军版的口，又大又香。又大又香，大大香香也蛮顺的，对啊，二界版嘛，没有，这是你的版本。哎，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僕はいつもここにいるよ。对，现在有点可怕，我怕我不小心唱到中文版。嫁给我，嫁给我吧。为什么越过重要的那句啊？你说
我喜欢卢卡门，因为我知道你喜欢我们。雷军是二剑吗？有专属版本。卢卡 like 卢卡娶我 like 又大又香，因为我喜欢你，就在这里。因为喜欢你，又大又香，怎么有点怪怪的？坐等雷军看公演，10点半了，哇哦！那我真的快要关播。卢卡晚安，拜拜，晚安。好想唱一首歌哦，今天有歌唱的培训课，好难哦。用真音唱歌真的很难，我还是不太知道那个感觉，喉咙的感觉，用哪边用就变成真音。可是老师说我现在讲话就是真音，他说用讲话的用讲话的方式唱歌就是真音，对，可是 还是有点难。什么偷偷开车没有吧？跟我一起告白，欸，唱啊，想唱就唱，唱嘛娘，太久没唱了，还是米老鼠说真音，米老鼠应该是假音哦，米老鼠，可以唱玛雅传说以外的。好啦，其实我没有认真听他们唱歌，我赢了就啊，哦，可以了，就是直接 skip。老鼠，这一版的因为喜欢你。哎，どうやって歌うのかわかんない。ゆかちゃんに会いに行けるように仕事頑張るしか。ぜひ来て台湾に。台湾に来てください。我也都 skip。不然就唱日文版的，因为喜欢你，好啊，好像也可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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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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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せだったらこの時間が続くようにずっとずっとずっと祈っているよ。風に吹かれても僕が木曽の花を守る。愛とは返事を求めない声さ、一方的に送るもの。した笑って歌え踊れ自由に。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僕はいつもここにいるよ。人混みに紛れて気づかなくてもいい。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君と会えたそのことだけで温か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になる。ジャジャラジャラジャララララジャジャラララララ这种好低。君が悩んでる時はただ黙って聞きながら雨を避ける傘を抱えてよ。落ちるその涙。谢谢送我甜蜜爱心。見えない指で拭って恋とは静かに広がってく波紋。その中心は君なんだ。泣いて負けずに夢の空を見上げて。君のことを思うたび巡り会えたその偶然。一回の奇跡を信じてる。君のことを思うたび僕は神に感謝してるよ。振り向いてくれるのは永遠の先。あー谢谢陈哥的礼物。这是有点，这首有点低，尤其是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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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边，最后一首。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僕はいつもここにいるよ。人混みに紛れて気づかなくてもいい。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君と会えたそのことだけで温か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になる。永遠の先。チャラダ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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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Thank you。 这首音乐不是很宽吗？蛮宽的，可是我不觉得这首歌很高，只是很低。对，有感觉，那就好。这个变更文了，有吗？可是跟平常唱法是真的不太一样，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音还是假音。对，先不管。先不管是这个是不是假音还是真音，但是就是今天一直培训的关系，唱法应该是跟平常不太一样，对。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说不定又回来我平常的唱法，蛮有力道的，真的吗？可能是因为这首歌都是低音的关系，有可能。我平常唱的歌都是比较高。那换一首好了就今天就开一个半小时吧，就还有一首。不好意思，刚刚有点卡痰。
怎么这么快呢？对呀，我想喝个水哦，我去喝一下。下一首要唱什么呢？我在想我能唱的歌。水壶不能入镜。哎，有卡痰，这百分百是用真音的哦，真的吗？我也不知道耶，我还在等哦。水壶等什么呢？等泰文歌吗？等泰文歌吗？我可以听听看日文版的那个泰文歌吗？全康先生，先生，先生，先，那是什么歌？106吗？等等陆克的红包。那今天唱日文版，对，我记得我应该有记那个旋律了，所以我就看着歌词，可能可以唱啊，315哦。这个吗？マックス時315号是这个吗？这是 NGT 的歌，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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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AKB 的歌？Max 315哦，对，哦，原来是 NGT 的歌。哎呦 ，Yuki 零哎。没事，我现在对这个前奏有那个阴影，就是啊，我要学泰文。しいあの町希望が住むと信じてきた私が生まれ育った全てを知ってほしい一番大事な人を連れて帰ること出会った夜約束した未来はいつも思ったよりも優しくて風景が不意に滲んでくる夢が叶うとその想いが溢れ出して瞳から伝えたくなると一緒に歩きたい。啊，原来日文版是这样哦，好唱多了。啊，谢谢谢谢于安的那个甜蜜爱心。啊，日文我应该可以了。好，那下半段就是泰文版，再等我一下下哦。终于听得懂泰文了。在泰国餐厅吃寿司的感觉，欸，这个歌词真的很好。对，这样看，应该说我刚刚第一次看日文歌词，就发现哦，原来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其实很好，很好听。可惜卢卡有阴影了，对。超可惜的，如果我一开始听这个日文版的话，说不定我不会这样觉得。你刚刚感觉很不习惯啊？对啊，日文歌词在说什么样的故事？算是恋爱的，就是呢，
看看哦。这个到底在讲什么？一开始在说哦，我之前过的算是故乡吗？地方是很美的地方，希望你可以理解我住的这个地方多美多好，希望你可以了解我的全部，对我的过去什么的。然后我跟那个人有約束的中文約定，我跟那个人约定，就是我一定要把我喜欢的那位男生带回到我的故乡。哦，表示对，应该是可能这个女生或是这个男生，这是男生男视角的歌吗？还是女视角的歌？应该是安娜，说安娜达，所以可能是女士讲。对，那个女生可能就是跟男朋友一起回去自己的故乡，然后就是对，跟她的爸妈打个招呼吧。对，就反正他们两个就是可能快要结婚了，嗯。对啊，就是这样的歌。Luca， 所以 Luca 什么时候要带我去山里先？但是就是那样的感觉，那样的感觉。你们应该也有故乡吧？应该不是都是台北人，所以想让 Luca 一起回我的故乡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让你知道我从我小时候怎么生活的，然后想让刘家知道这个地方多好多美，多漂亮。这样有没有写在三里狗？そうです。あと開示開示でもいけるみたい。ルカちゃんのお母さんにご挨拶。ルカ想跟我回高雄吗？我蛮想去高雄的，对，就是那个感觉啊，对，就是。就是如果我跟陆克结婚的话，就是陆克带我去高雄，然后我想让你去那边的那种感觉，对，我想带你去新竹最好吃的麦当劳，我蛮想去新竹没错，可是那边最好吃的是竟然是麦当劳吗？陆克还好，没有啊，我这是举例而已，对。既然要跟雷军抢婚啊，对，对不起，我要还给雷军，不好意思。陆克打球，你当球。五星美食。マックに足のサールの。啊，でも日本と台湾だいぶ違うみたいよ。抱歉，我们这边只有南崁溪的企鹅。没事的。对，那边感觉不错啊，对不对？新竹麦当劳五星。奇美食，居然要跟雷军抢！新竹麦当劳真的是评价最好。快鱼跟你玩柔道，サイズは違った、絶対違うと思うよ。真的外地人去新竹的麦当劳，去新竹的耐克的最大诚意。这样丽卡会不会生气？新竹明明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耐克的特产不是空姐吗？哎，对，那边空姐超多，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读大学就是，也不是附近啦，可是那边好像真的蛮多空姐，打球架什么的，感觉有声音啊，机场啊，哦对吼，没关系，丽卡不在机场前。哎，这样除了青云以外，有新主人吗？新竹有Luca最爱的贡丸呢，哦对呀，贡丸，我想吃贡丸。离机场近啊，哦对，
可是我大学，我之前大学附近空姐就很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会带你去巨城吃连锁店。マジで台湾懐かしい。新潟には毎週もついてたし、台湾には毎月行ってた。毎月？え、なんで？え？仕事の関係でってこと？出張みたいな。李基常进又比较热闹的地方。哦，了解。对，我的大学那边比较偏僻。来嘉义带你骑火机，蛮浪漫的。对，我比较想吃火鸡。你上次去丽卡那边有吃？哦，他们家都丽卡妈妈帮我买很多小吃，什么霸丸啊、臭豆腐啊什么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超爱吃辣的，什么东西都加辣。我平常都不会加辣，所以有点不习惯。我要去台北搭车，的确都会遇到空姐。嗯，2019的 TP 啊，毎月イベントがあったから。あ、そうなの？え、TTP のために毎月来てたの台湾？え、すごくない？我以为是因为男，所以只能住女生。嗯？火鸡肉饭好吃，塞鸡娘。竟然不是麦当劳，不是。鸡娘怎么感觉怪怪的，超难听。等一阵回来开直播，帮你跟他抱怨一下。没有啦，还是很好吃啊。对，只是会喝很多饮料而已。两家47间，羡慕每个月来台湾。对，我也很想每个月都去日本。说哦，因为我的推在日本呢，我当然每个月都要去啊。这样，陆客不要讲烂笑话。基本仕事終わったら空港直行。え、やばすぎ。お金かかるでしょ。あ、でもどうなんだろう。かかるよね。あ、でもそどうなんだろう。お土産とか別にそういうの買わない。ただ人間だけ行くってなるとどんな感じなんだろう。所以有买麦当劳吗？没有的话，代表丽卡家根本不想招待。谢谢上元送托托尼。麦当劳当时没有。疫情前我有阵子是每个月去，每个月去日本吗？讲那什么印尼笑话？飛行機代とホテル代だけなら3万くらいかな。え、高くない？あ、まあどうなんだろう。日本の方の給料からしたら普通なのかな。我新竹的朋友告诉我，说餐桌没麦当劳，代表客人该离开的暗示。对，每个月大概半年而已，很厉害呀、啊！为了你喜欢的人吗？那我之后回日本山梨县，你们会不会每个月来找我？太很累哦，一定很累。毎月はすごいわ。我直接在日本工作，确定吗？直接跟你住。他の人は分からないけど、とりあえず月3万はなせた。すごい。定居。每个月去爬富士山。山里在哪里？糟糕了，小锁。山里现在东京的隔壁哦。你愿意见我们的话，应该会吧？一定可以啊，一定 OK。反正我在山里县没有什么朋友。而且我一直在那边，应该我的中文能力应该会退步。我们就算去山里县，要怎么找你呢？给个信号啊，也不是不行，可以借住吗？哎，我们家有点小啦。对，卢卡就住在富士山脚下，很好找。你要回去吗？我不知道，说不定未来会回去啊，我也不知道啊。没有什么朋友，没有，是因为呢，我国小、国中同学啊，他们都不是山里县，他们都不是山里人。都是东京人、大阪人什么的，还有一些乡下人。可是山梨县的就只有两个人，然后其中一个人现在在横滨，就真的没有半个人在山梨县工作。对，
然后我幼稚园也不是读幼稚园，有三个月有读那边的幼稚园，可是那边的人我连名字都忘记了，太小了，太真的太久以前的事情。那我去三义县做密达，我们真的可以组成一个甜甜圈，有直飞静冈的，从静冈过去而已，简单。哎、欸，有、哦，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我以为只能去千叶或是东京才可以到三里线，静冈的我没去过。課長啊，課長とその時飲みに行ったんだよ。え、ということはさ、課長の昔の写真あされば太郎さんの写真出てくるってこと？でもどれかわからない可能性。推しのために年に一回インドネシアに行ったコロナ前。すごい。インドネシア行ったことないな。え、言葉は大丈夫だったんですか？英語、あそこ英語通じる？那你有听过山上的小孩子吗？没有。那你回日本会想住山里吗？是蛮想，因为爷爷奶奶都在那边嘛。可是那边工作应该很难找。就是可能如果真的三里线工作的话，嗯，就是应该没办法用中文，应该没办法就是跟台湾有关系，也、欸、没办法工作跟台湾有关系的工作。对，你之后如果回日本会，不好意思，我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乡下，对，应该说想做乡下，但是工作的话可能在大城市，嗯，希望可以跟台湾一样，对，不要超过台对，超过台北那个人口密度，可能我有点会怕。三里线真的很难找工作，卡妹目前有在找工作，可是她打算在东京，嗯。日本职场压力很大，没错，这是真的。所以卡妹现在都在找那个外国人，职场里面外国人很多的地方。反正他的语言能力应该没问题啦。どうだろう？阿福安，静冈一周两班而已。哦，是哦，好少哦。对，其实最近的应该是东京。我跟太郎さん以前一起吃过饭，二段握手会的时候。对啊，想说你的那边有没有，你的照片里面有没有太郎さんの照片？インドネシア語喋れるすごすぎ。推しの力ってすごいね。疫情前好像一周两个来回到静冈。哦。你回日本想找什么工作？其实都可以耶。也不是都可以啦，对，嗯，其实好难想哦。希望可以 desk work 的地方，对，就是可以一直坐着那种，没办法发挥语言优势，对。都会は真的怖いですね。我去过日本做工程，那环境真的。そう、月一で行け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るからね。頑張って。来てほしいな。搞不好下次我所谓拆台歌就可以来台湾。对呀。你不想听罐头？嗯？想听罐头。如果太厉害，什么工作都可以。在台湾工作好了。啊、哦，对对，就是突然想到工厂里面就是可以看的，检查罐头的，对，可是这个的话，其实在台湾也可以做啊。其实我现在回日本比较担心的就是没有朋友。对对对，
刚刚刚刚叮叮叮叮，哦，这个坏掉了。我真的要念版了，各位不好意思。请看星星，今天的第一名是谁呢？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呢？被青云抢婚，我是日本众神秘桃单里的朋友。次台湾行ったらドーナツさんたちと飲む。あ、ぜひ。全然 OK。多分应该。え、你们可以你们可以讲日文吗？我怕太郎さん听不懂。太郎さん说，太郎さん刚刚说，他如果来台湾，一定要跟甜甜圈们一起吃饭。可是我想说，你们有人可以讲日文吗？想说甜甜圈里面谁比较会讲日文？雷军吗？请留下甜甜圈帮我翻译，交给雷军，可以啊，雷军，我可以回他中文，肯定是讲不了，还是用英文，英文感觉很难，我可以跟恰恰哥讲英文。太郎さん英語できる？可以跟他讲日文，然后回他中文。好的，你们也可能要就是讲慢一点，或是讲简单一点的日文。我的日文讲简单一点的中文啊，对不起，我的日文都是没办法公开场合说。你都记什么日文单字呢？我的日式英文不错，11点我11我点要下班。啊、哦，你要下班吗？辛苦了。英文我也不行 ，Yes I can，Yes I do。我的日式英文连日本人都听得懂。卢卡帮我们翻好了。我记得3年前太阳的中文还 OK。一応英検TOEIC640ぐらいあるよ。10年前だけど。10年前だったっていう。待って、等我一下哦。网路怎么？烂 Live 的 DNA 是什么？找不到。怎么会这样呢？反正太郎さん的日文也不是正经内容，我应该有机会能懂。マクドナルド好きですか？你们不要来太郎さん来台湾的时候，你们不要给他不要给他吃那个麦当劳哦。麦当劳日本也可以吃。一代米要够了，什么意思？还好我的没被念，怎么了？雷根刚刚说什么？料理店单词，我会 Toyota Honda Yamaha 都是单词。McDonald's 台湾麦当劳比较好吃，真的吗？日本比较好吃吧？台日麦当劳有差异啊，体验一下海外素食，饮料比较大杯。哦，对，这个可能真的是。有差一点，但是还好啦，就你们让他吃，你们让太郎さん吃台湾比较好吃的小吃比较好。台湾的东西我什么都很新鲜，所以我很开心。でもマックはやめといた方がいいよ。臭豆腐、麻辣鸭血，哦，这个我都还好。什么沙莉亚不行。那就只有小笼包，台湾 KFC 很好吃，比较好吃的小吃都是麦当劳，啊大麦克，金融一点麦克食ったから平気。你看太郎さん说已经吃麦当劳，他不要再吃，他已经吃过台湾的麦当劳，所以我们要选一家最好吃的麦当劳，那就去新竹喽，そしたら新竹行かないとね，对，要吃麦当劳就去新竹。咖喱炒面特别的咖喱，咖喱炒面微信的话，你们太没诚意了吧？太郎对台湾的松屋有兴趣吗？松屋一定日本的比较好吃，还是薯条可乐加蛋？等你们来新竹表演吧，一定要吃麦当劳，
基隆的 Mac 吃不了，但是台湾的 Sukiya 有吃过吗？やめて、もうなんなんで牛丼屋さん、寿司啊，白痴啊你们！基隆にめっちゃうまいカリ焼きそばあるんだよ。あ、本当？今度食べに行こう。咖喱炒面我可能我好像没吃过，而且我家很大。青云，哎，不是，太郎さん小心小心一点哦，青，哎，あの青云に気をつけてね。青云の家大きいらしいよ。太郎有吃过太郎，哎，台湾的回転寿司吗？太郎さん台湾の回転寿司食べ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だって。不然吃依然好了，如果都说赞。依然在日本吃就好啊。干嘛在台湾吃？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很多台湾人去不到日本，可是想吃日本的东西，所以才会开的。不是给那个，不是给日本人吃的，唐吉诃德。你们去台湾会去，会哎、欸？你们去日本，你们会喝那个吗？你们会喝珍珠奶茶吗？不会吧？你们会去什么春风潭吗？不会吧？阿华炒面的焼きそばでしょ、あれうまいよ。あ、食べたことない、食べよう今度。喝阿比较看看，春水堂太贵了，一杯100多哎。对呀、啊，去日本喝还没有台湾的好喝，没有台湾的比较好喝吧？珍珠奶茶。我会买苹果西打，我要卖太郎台啤一瓶一百，不要骗日本人，不要骗观光客。好，我先念版好了，不好意思。今天的第10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9名是吴思翰，谢谢吴思翰。第8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7名是崇盛，谢谢崇盛。第6名是恰恰哥，谢谢恰恰哥。第5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第4名是柯佳，谢谢柯佳。第3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2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然后第1名是走心大将军强哥，呜，谢谢强哥。听说他今天有事，所以不太会留言。是你也是我买75块，你被骗了，被骗了，太肉上。对，话说今天啊，昨天不是昨天，前几天卡妈问我说，你如果要回台湾，有一个食物你可以带回日本的话，你想要带什么东西？你想要带什么台湾美食？然后我想很久，想不到，因为台湾好吃的东西都是不能带回家，都是不能带日本，对，就是肉啊，炸的啊什么的。对啊，肉的、炸的、冰的都不能带回家。凤梨酥好吃是好吃，可是你们平常会吃吗？还好吧，你们平常就是该怎么讲呢？你们平常会吃凤梨酥哦？是哦，我凤梨酥真的超少吃哎，可能一年也不一定会吃一次，平常还真的不会吃，对吧？我的士林的，コルクぼったくられたんだよ。あ、軽くぼったくられた。そう、知らないとね、しょうがないよね。私も他の国行ったらぼったくられそう。台数没奶汁。这个我就不能理解。其实不是不好吃，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对，我之前凤梨酥工厂打工过，每天吃。我也好想去那种工厂打工，哪边有啊？谢谢送会员票。そうなんだよね。だから、所以这次卡妈就是想要带回日本、台湾的很多土产品。可是，就是他想了很久，对。日本人喜欢吃凤梨酥，送他们超开心。年轻人比较喜欢，可是卡妈的
朋友亲戚都是可能都超过对，可能是六十七十八十岁，对对对对，我不是说卡妈是六十七十八十岁，不是不是，他的亲戚啊什么的，对，朋友都是偏年纪偏大的，对，他们对凤梨酥比较没有兴趣，凤梨酥差不多就腻了，也不太会自己来买吃，对吧？嗯，对，日本人会喜欢台湾的茶叶，对对对，茶叶他有去买。卡拉斯米可以带回去吗？珍珠奶茶还流行的时候，我送日本女生一样提带他们茶哎、欸，不然送日本人凤梨酥很安全。年轻人的话真的可以，长大了就真的，真的嗯，就觉得，没胡子胡子，好吃是好吃，对啊。所以卡妈最后就买很多，她买什么什么雪花糕啊，芒果干，然后黑金刚的花生，就是在日本都买不到的东西，还有芋头的东西，芋泥的什么小馒头啊什么的，她还要买什么啊？她还要买那个那个、啊。就是饼干里面有就是白白的白白硬硬的糖果的那种，那个叫什么突然忘记了，不是不是牛舌饼，突然忘记，肉干不能买肉吧肉不能带回家。日本人そもそもあのタイプのパイに馴染みがないからね、乾燥マンゴーがいいかも。そうなんだよね、日本人その若い子とかだったら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を喜ぶ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別に特に甘いものそこまで好きじゃないって人にあげるのはちょっと違うかもなって感じ。そう、ほんとそれだから乾燥マンゴーをいっぱい買ってた。雪花糕是什么呢？雪花糕你们自己查吧日本没有黑花生啊，花生台湾真的台湾比较好吃，对，这是真的。只能送老婆饼，这也不错，至少日本买不到。芒果干啊，对对对，牛轧糖，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卡拉斯米可以哦，可是我没吃过哎。牛轧糖，对。免税店的肉品也不行吗？好像不 OK 哎，嗯。我不确定了，对。可是卡妈问的时候，他们说不行。怎么加热呢？还是干啊？满意啊！然后很好笑，他这次就带了很多。啊，对对，对不起。我先讲牛轧糖的事情好了。对，卡妈买的牛轧糖是微波后才可以吃的，如果没有微波的话，里面的那个牛奶糖会超级硬，不好吃。可是微波就会一吃就会这样啊，跟起司一样可以拉长，就很好吃。鲜芋仙がオープンしてた。哦，すごい。人気出るかな？对，然后对。就是卡妈带回他到日本的时候，日本那边你知道有狗狗吗？就是闻大家的行李箱的，然后卡妈被抓了，就是那个狗狗通常都闻到水果或是什么的，他们会坐下来，然后说：“欸，可以检查你的行李箱吗？”这样，对，可是他没有带什么不 OK 的东西啊，对，对，狗狗坐下来了，对，然后后来就打开嘛，然后发现就行李箱里面几乎都是芒果干，还有尼尼克，你们知道吗？肉松也不是肉松，蒜头啦，什么蒜头的那个饼干什么的。可是那个都有包装，
都没有开过的，但是那个狗狗都闻到，超级厉害耶。我台湾也，我上次回台，狗狗也在我旁边坐下怕爆，结果怎么被拿走吗？没有啊，谢谢伯承的守护灵，就是芒，他闻到芒果干，对，可是芒果干是 OK 的，抓肉瓶跟水果的狗狗，可今日是绿色的，哒哒绿色的给蛋呢。谢谢伯承的小辣椒的愿望，对不起看不到留言，看来我们吃错了啊，ごめんなさい、そうね、これはスルーした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ね。大蒜，对对对，大蒜的口味的饼干，对，应该是芒果干的锅，可是我觉得那狗狗也太厉害了，都闻到。我们不能小看狗狗的，狗狗的那个，狗狗的鼻子。对，抓水果的狗狗，狗狗加码的时候，他妈他妈跟狗狗整天没饭吃，就等卡妈正餐，是这样吗？嗯，我什么食物都没带，后来判断是闻到装过的食物。啊，胶带傻眼。对啊，如果没有带什么奇怪的东西就好了。对啊，啊，就这，已经两个小时了，谢谢你们啦，拜拜，晚安，下礼拜二见哦，拜拜。对啊，还是播了两小时，晚安。